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哦。第一局动感开场的比赛开始。两位加油，这个考试开始。哎，第二局呢是热血沸腾、挑战极限的超越自我。雷斯博尔。哇，那这个刚刚呢沉着稳重的第三局，拥抱挑战。哎，大家呢是不是这个心情也随着音乐一样的起伏盘旋啊？即将呢，我要进入第四局，凝聚合作。那我现在想分享一个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每次都开场说啊，团队合作，团队合作，到底这个真的是一个战术吗？还是他只是纯说喊得很开心，大家士气会提升？其实呢，我觉得两者都有啊，真的团队比赛啊，棒球、篮球、足球，还有团队比赛，你就会感受到。大家呢，逐渐可以把目光移向到舞台的正。